街，小桥上人潮络绎不绝，牵引我思绪层出不迭。若不是两株变成蝴蝶，恰似眼穿过天上宫阙，却不知人间多愁离别，吹落叶算作秋风季节。小小四季明月，心千春感觉这个表演就是非常棒，然后超喜欢你们从那个传统的音乐融合了一种现代音乐在一起，感觉超厉害，然后表演的特别那种活泼，特别很有感染力，非常大的感染力。对，我看你们这样子感觉你们是从一个动画片出来了，特别可爱。谢谢。现在应该叫二次元是不是这种打扮，有点这个意思啊。这个动画片是最讲究色彩，他们这个组合一出来，首先我的感受就是这个色彩非常的中国。在2000多年前啊，这个黑色是中国人最崇尚的，就是帝王啊都穿黑色。你现在看呢，这个现在的女孩拿黑底的这个扇子啊很少，但是把它跟红在一起的话，懂历史的人大家一看就是有浓郁的就是中国的传统色彩啊，很讲究。最吸引我的是你们，哇，扇子，对扇子，对，你们用的扇扇啊，特别帅，那个扇子就特别帅了。里面写的什么？里面写的是扇面写的是什么？上面是我们团的名字 ，SNG 呀。对，因为我们很多的舞蹈都会用到这个扇子，而且不一样的是，我们每一个舞蹈都会根据我们的服装来定制不同款样的扇子。我们平时的一些舞蹈也会用到团扇，而且还会用到笛子、箫、毛笔、丝帕，一切一切跟国风相关的我们传统文化的元素，我们都会融入我们的舞蹈中。你看，我们国际观察团的朋友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他们都非常喜欢你们这首歌曲。那我很想知道，你们在一些线下或者互联网上的受众会有西方的观众吗？我们这支舞蹈其实在海外的视频平台，它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2500万。对，然后在国内的我们短视频的平台也是达到了5.2亿的好的成绩。然后在国外呢，有很多咱们的国外的友人老师也有进行我们的这个刚刚老师说的我们的扇子舞的一个翻跳。对，然后我们这个舞蹈是小到小学生，然后呢大到我们的工作的叔叔阿姨们，都有很多人来翻跳我们这个扇子舞，年龄层跨越的特别大，圈层也可以跨越很多。也就是让传统文化更时尚了哈。对对，一直在进行一个国风进行时，把国风进行到底。说到这个国风声呢，你看，我相信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应该也对我们中国风的相关的一些节目形式样态应该也会有些了解。你们更喜欢哪种中国风的这种节目的呈现呢？其实我更多的看的是戏曲的一些节目啊，像这个相声。然后在近两年我看到很多节目其实它会融合一些创新的东西加在里面，像那个说相声加说唱，或者在京剧里面加一些现代化的一些音乐，我觉得这种风格或者这种做法其实比较受欢迎吧，不管在国内
在国外也是，因为很多可能外国人并不是特别了解中国这个国风的音乐和国风的艺术，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创新就会慢慢的去了解中国国风的一些传统艺术。对，现在您看确实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活了，我不知道彭老师您对此有什么观点？这国风这概念在中国一般讲国风呢会想到啊先秦的诗经，我们通常认为比如先秦的国风离我们好几千年了，它应该在今天没有什么生命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化的源远流长。那么这样一个国风是不是真的流行到国外去了呢？我讲几个例子啊。一个是去年我做了一个相遇大运河的展览，有一个来自捷克的艺术家叫伊瑞，他画国画画得比绝大部分中国画家都要好，简直把国画的神韵表达得非常非常就到顶了啊，非常精彩。这是我们的国风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的影响。谢谢。我记得彭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是美？自信便是美。那什么是美？自信地走出国门，把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带向世界的青年人，青年的文艺团体就是美。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的在国外进行过演出，所以我们也很憧憬，也很希望能够真正的走出我们的国门，去到我们的国外，能给大家更加直接的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像现在有很多我们的潮人啊，那些古筝啊、乐器、艺术、舞蹈的一些路演，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直接的舞台，能够去到国外面对面给大家感受我们的中国文化，穿上我们漂亮的衣服去给大家展现我们的美。彭教授，下次办展的时候带上他们好不好？好啊，好，咱就别等到那一天了，此刻就开始来吧，好不好？既然这个明月已经邀请到我们的演播室了，下面还就着明月给我们再带来一个节目。可以，好的，来，很期待，有请。谢谢。世上还有谁能与